这是我拍的第一个视频。今天我要从上海坐飞机前往卡塔尔，然后在卡塔尔转机去往欧洲的马耳他。马耳他位于地中海，靠近意大利，被称为地中海的心脏。因为以前被英国殖民过，所以它的官方用语同时也是英语。那么这两个月的暑假我就要在马耳他度过，在马耳他游学学英语。这次去的时候坐的是卡塔尔航空，因为卡塔尔航空被称为土豪航空嘛，所以我就想看一看卡塔尔航空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跟着我一起走吧。外面的那个大飞机就是卡塔尔航空的飞机了，好像今天直飞的机型是波音788，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，放大一点啊，好像模糊了。转机去马耳他，看到这个标之后一直往前走。要再过一次安检。经过30多个小时的长途奔波，我现在终于把所有的东西都收拾好，然后待会儿跟中国的朋友约定好了要一起出去吃饭，非常期待我晚上的舍友是谁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但是就是有点热。好了，朋友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